三百年来头一届彰化市公所是将世界舞台甲国家歌剧院搬入来彰化市，在1月30号暗时哦，讲邀请到台湾歌剧教父詹德雄教授，伫咧彰化高中的武贤馆要来举办返乡音乐会，现场除了会来演唱到宗教歌曲、雅俗音乐等等以外，阁会来演唱替彰化人量身编写的彰化颂歌。有台湾歌剧教父之称的曾道雄教授，先用影片来传达故乡的水。世说着天地沧桑造化。这拄拄啊，动完两骨手术的曾道雄教授，是咱彰化宝岛人，离开故乡60年，一直想要返乡举办音乐会。在1月30号，伫咧彰化高中武贤馆的返乡音乐会，将会是一场国际级的音乐响宴。没有想到我就是动了手术了，但是我那天上早还是可以指挥，没问题。我昨天那个指挥。哦，所以我的那两30号那一天的节目有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宗教歌曲的，啊，包括从拉丁语开始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能够从深入浅出，就是不要太严肃，也不要太学院派，啊，也不要就是大家让它很通俗啊，不是，就是大家一旦了解啊，你好，啊对。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工作团队从国际舞台搬入来彰化。这场音乐会的门票真紧就去用搜索完毕，为了满足乐迷，公所特别阁释出200张票。馆长啊，非常的热情，非常用心啊，都是他在筹备的。对啊，他说他要求我说还要再开放200张，我想说校长不能给我们，他说最好连那个桌地都把 CD 都把它做满。我说那还要还是要注意一些安全，不过应该有人啊哦。临时有事不会来，所以我们现场还保留几张临时的票的哦。林世贤强调，这是一场免开一分钱，第在近距离听到大师级的音乐响应。曾道雄教授更会捐出个人多年的音乐珍藏，进行抽奖，回馈了彰化乡亲。大彰化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